有锅吗？会。这么贴心。我锅一直下架只要三秒。对呀、啊。好，欢迎光临。请问有来消费过吗？没有哎、欸。那我跟你们讲解一下，我们这边消费是788买一层就准备这样子。好，没问题。那我们等一下会先上就是基本的肉盘，牛羊猪鸡有没有不吃的？我不吃羊，谢谢。不吃羊哈，吃牛。只吃牛是吗？对，我只吃牛。好好，没问题。對對對，那这边的话是洗手间，然后那边有饮料区可以自取。哦，好。那我们等一下先帮你准备酱料，你要加辣还是不辣呢？酱料你自己用的、哦、我们这边有酱料会帮你切。好，我要不要辣好了？不要辣的，好，那你稍等一下哦。好，谢谢。不会。它就像一下牛五花，还有洋葱的。哦，你们有帮忙烤是不是？对啊，这边的特点。哦，好啊，那我要吃七分熟好了。七分熟啊，不会。欸、那你们菜单都是看旁边这边吗？对，直接跟你点就可以。可以啊，你等我一下、哦。好，那我来想要吃什么？你要加点什么？我要吃一口香肠，还有生蚝好了。是这样子吗？好，没问题，一口香肠跟生蚝，稍等一下哦。好。酱料。还有泡菜，非常好吃哦，小心烫哦。热切，这样才会刚好一口。哦，那可以先帮我烤生蚝吗？可以啊。耶、欸，我在正想要跟你说，可以帮我打开吗？耶、yeah。鲜甜吗？真的是很新鲜的。嗯。哎、欸，我刚刚发好限动、哦。可以可以，没问题，谢谢。那这个是赠送的烤虾。好，那、啊、你要不要帮我烤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当然可以，没问题。我吃完这一盘烤虾应该也差不多。那你会帮女朋友过吗？会。这么贴心。我锅一直下架只要三秒钟。对呀、啊。那个我要买单结账。好，今天吃的还习惯吗？可以。这样一位的话是788，收你1000。是你今天这边没有遮好。是等一下下课给你看、啊，不是看个够。哇，这么漂亮！刚好就那一天有。没有人约的话就可以啊。漂亮，这是给机会好的，好的啦，好的吧，好的啦，好的，最起码是个备胎。嗨，我是杰西，我身高164公分，体重47公斤，然后三围是34C1234。我兴趣是睡觉、看电影，然后吃东西。你干嘛还笑啊？这么废的兴趣是不是？像你英文那么好啊，有没有交过一些国外的朋友之类的？没有哎、欸，都没有。我也蛮想交交看的，心里有这个憧憬，对不对？还不错。身为一个老师啊，可能我觉得耐心这件事情应该蛮重要的。嗯嗯嗯，你自己觉得你耐心怎么样？非常差，非常差。那 EQ 呢 ？EQ 的控制呢？就你要忍。今天呢，给你一个，就是我们从网络上找一些酸民的一些留言。好，我们来考验的 EQ。网友 A 讲说，不知道你这么装卸妆要花多少时间？大概就15分钟吧。看到网友留这个言，就觉得还好。因为就是要上镜头啊，不然能怎样？笑的可以了。OK， 来了。但网友 B 这个有点坏，长得有够假，塑胶味很重。你觉得呢？那我就真的没有整啊，不然想对，不然想怎样？没有，打嘴巴，打嘴巴。拜托不要侮辱老师这个职业。那不侮辱老师，那请他来做做看，真的不好做，而且具有外表跟内在的老师不多。哎呦，拽的意思，最后一个网友说，
哇，这很坏，我讲不太出口哦，哇，这一看就是有在做酒店。可是我觉得这一句话有一种称赞的意味吧，我往正向的方向去思考，对吧？外形要够亮。对啊。好的，好不好？今天就让杰西来教一下我们司机大哥一些日常的英文用语。好，不如这样嘛，就是因为司机大哥嘛，然后单身三十年，笑发自内心的歧视，没有没有。好不好？那可以用一些可能跟女生搭讪的一些英文，有没有一些厉害的招可以教教我们司机大哥？有，有。Do you have a fever? Fever? No. No, because you are so hot. 你听懂吗？有啊，他说你的心对啊，热对啊。哎呦，所以这句英文的意思是，你有没有发烧啊？然后他回我没有嘛，所以我就说，可是你很辣，你很。哇塞！不然是那个，你是不是有一些就是想跟杰西搞笑？可是你说我吗？对啊。可是我都中文的。先聊一下好不好？哦。搞不好我听过。你喜欢狗吗？还蛮喜欢的。哦，那你可以把我这个单身狗带回家吗？单身狗笑了。单身狗带回家。可以吗？蛮可爱的。可爱是不是？那这个英文的话要怎么讲？Do you like dog? Single dog 吗？还有吗？哎，这句不错，我觉得大家可以学起来哦。还有，想一下哦。那榴莲跟石头打你，觉得哪个比较痛？榴莲跟都很痛。榴莲不是，是我的心最痛。哇！哎，现在你很会，你有中吗？这蛮有有有中吗？可是，一听到榴莲跟石头就，哈哈哈哈哈。那这个都是那个的。榴莲有太 local， 可以吗？来来来，翻译一下。可以可以。榴莲哦。啊，那不然这样，我们就用凤梨代替好了。也是刺的，也是对的。Which do you think hit the most? The stone or the pineapple? 嗯，我会回说，I don't know both， 但他。你就回我说 ，My heart broke the most。哇！不然这样子啦，帮我来示范一下，在上课可能在指导学生的一些样子。老师，你今天这边没有遮好。我出来。哎，你我出来。你偷看的哦。没有，我想说，因为他太明显，他在前面嘛。我说。这样子回好像有点怪，我原本要回说要看是不是，等一下下课给你看，不是看个够，哇，这么厉害。